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大神，马上我们的南风逆转胜，很过过。对，很傲，没有酒饼。哎，我还想说今天肯定会一直一娘叫三子，没想到就三子叫娘。没错，来一个风水，没有，换盆喽。反正就是华氏的风水，整个华氏，整个华氏，没事，换个娘，换个娘来，换个娘，换个娘来，换个娘来叫来。女庄家，我六组，好，公公累计6400的奖金啊。十一，看四家的牌，皇家、鲤月族、子俊、雅韵啊，王乔西，啊，这个位置，谢谢陈恩，五一把，来月族出菜，来甜的，甜的，哇，这么快就三笔，太难了啦，本来那个4200就要淘汰的，发财，大家都发财，要发财了哈，花一局，北风，对，对。哦，对，发财，这么多，哦，这几颗，接着颗，小鸡，白板，这么多。先跑，大饼，很会跑，咚，对呀，哇，这么多，都国字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很多字，五条，五条，吃一个，甜，一宿，9个人玩，对啊，哎呦，哎呦。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五万，可以发一台啊！看太快了，打得困难就不难了，难没有要吼，确认一下哦，来得好，10000，吃，有饼，五啊。8万，八万，哎呀，吃一张啊，双节棍，双节棍吃不到啊，兄弟，大饼，儿童，白板，白板。走锁，下大雨。咦，奇怪。没事。命有难色。没有命有难色，九饼。九锁。南风。还有南风。藏了一些字在里面啊。安全牌。安全牌是不是？眼镜，对眼镜是不是？嗯。芭比。98。合理吧？嗯。七手。发财。没有字。呀。8个人玩。哇，吃不到哎。完全呢，9万，八，西风，哦，等到你要睡着了，真等到，我以为是他要，四条，碰一个，好，给你，再摸一只啦啊，好，给你摸，给你摸，好好好，6个人玩。
哪一个好的？真的感谢你。四万。南风。还有字。南风。葡萄甜。甜真甜。二花。九个圈圈，不要圈圈。七条。八饼。发财三张啊！哇，我今天都摸三张三张的，一条，这小鸟，五条，有哪？你一只我一只也才两只而已，八条。四筒。赤铜，啊，怎么那么难过？七条，你在干嘛？哎，要记下来，我没有记下来。各位观众，我没有聊天，没有聊天。各位观众，不要聊天，怎么了？我刚刚选错。来来，牌倒下来，牌倒下，倒下。你为什么二万不打？对呀、啊，神经病，替五八条不打啊？为什么？不想后面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只是觉得对面会要二五八。没有，那么厉害，不敢打而已，单纯不敢打而已，不敢打哎。所以你做麻将怎么会那个嘛？对啊，不会赢啊。对，好看，好看，他会免责，他会免责啊，他会免责。来，这个是一花红中自摸，很棒，很棒，三台的四台哦。好啦，现在是我们南风逆转胜第二把，要打麻将啊。太保守，你没有那么厉害，可以锻造说我那张牌一定放炮，那么好听的打二万听五八条不打，对不对？好，反正还好他下一家自摸，对，好险，你装一下，好，两个零，十一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高子俊，好一点，王乔欣，再摸一个，陈恩，摸一把，月竹，嘿，庄家出赛，好，蟑螂。有人要蟑螂。我妈妈常跟我讲一句话，啊，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的。嗯，大家讲啊，惊惊未着定。跟一个男，惊惊未着定。哎，哦，惊了。个性太保守。北风。打麻将看一个人个性。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抽一个抽一个吗？打完呐，都不对。大笔。紫风。黄庄，抽一个，发财了，没人的，没有人，谁规定？很稀奇，谁规定字打出来一定要碰？对呀，这我另外摸的。发财，啊，你有，对，好，好，代表我丢对了啊，二万，二万这么好，吃一个，青发绿色的，很好，没选错。来了，白皮啦，没得了。一万，西风，西风，四风。三条，对，对哦，好，给你对对对。八条，八条，参考参考。天牌，天牌是不是？真的是天牌。自己磕。哎，我真的会吐血，弯腰。然后，二手，
绝症。嗯。一桶。哇，感觉快打一 round 了。下大雨。下大雨的旁边，八条。一万。不多。八万。八万。五张。八个圈圈。谢圈圈，感恩圈圈，赞叹圈圈。三万。是。东风。四筒。四筒。吃一个。啊，那我们放好啦。六筒。没事。八筒。吃兔。吃。哎呦，给他吃了两个中洞啦。谢谢。九饼。碰一个。哇。哎呀，压对。对啊，压对宝，四锁，放的，还没活，交换礼物，交换礼物，有毒，先拿出来，你先拿起来，五万，三万，是因为它烂。五万，烂了！我刚刚是在他的手里，我根本不懂。他真的是啊，紧张嘛，两个人玩，谢两个人玩。哇，还有我，我要他吃那么多，我也得吃吧？是不是？还没有停啊？这是秘密嘛？这个七万，放一个，不乐啊，来倒下来。好，还可以动吗？东东，这个麻将，一条就是一条抓抓。这种牌，啊，这种牌，我丢这个换你胡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逃不了。你不去打七条听单调，那抓什么都可以转呢？对呀，你为什么要打八条听卡五？听卡五条，这么会厉害？他这么厉害，打七条，然后再抓八万回来，再打四条，五八万掉价胡烂了。他第一张就打错了，你们三饼，三饼就不应该打。三饼就不应该打了，三条三三四二条都被碰掉，就打四条三条过价，然后就随便上一张就可以进来。对呀，只有七七八三四三四。没有四，他说六九他有，他是三四五六，他摸三饼。我没有四啊，那四五六七啦。四五六七哦，没有，没有啦，我记得你是三四五六，很早的时候。他是这样，三三四条，没有了，五六七饼啊，摸三饼应该打四条了，摸三饼打四条，你这边靠一个四饼靠八饼，这里可以上条，这边上五八条六九条，这边上四饼，会不会打牌啊？好激，好激烈的讨论，三花，双双独立专家四台，南风逆转胜第三把，这个麻将就是啊，每个想法不一样，啊，这个打法不一样，啊，然后最重要就是排气量，好，脑袋不灵，来来，紧张了，紧张，十四，看四家的牌，黄家黄乔欣，我想跑不了，陈恩，摸一把，哇。排气差的越足，高子俊，好，双眼，你只是靠手气了，越足有标签，带个牙那个破嘴气，这四张牌还有个白皮字幕，交手，要不然早淘汰了，差点以为你要说早投胎了，早投胎了，太凶了，五花，北风，四风，四风。风碰，是，哎，弯，
红中。红中。红中。桃小口。西风。对。哦对哦。对对。发财。发财。四花。一小。西风。哇。现摸。现摸的。白皮。二万。放起来好嘞。九万。八锁。一鸟。小鸟。白皮。哦，这几颗很多耶，很多字的。对呀、啊。我也不想啊。拜拜，三万。二手。白板。一手。一个人玩。丁五。没有啦。九饼。一万，一鸟，这么多，下大雨，不要鱼，抓蛋一个，抓蛋一回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你走，八饼，八饼，二万，绝招，打不完的一二万，嗯、九筒，九筒，哎咻，三个圈圈。北风，嗯，快睡着了，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在吓他，真的。三筒，这么跟，这是胃啊，这是胃，不错啊，小鸟，把你的吃起来啦，谢谢鸟儿。谢谢椒啊，八饼，吃二饼，拿二饼吗？对，嗯，没事，没事，是虚晃一招，对，虚晃一招，发财，发财，哎，三条，红中，白皮。六条，这么多，哇哦，哇哦，四条，碰，这些哇，四万，多了，哦，哇多，十七万，还倒下来，还打九万，然后还一定没有。卡八万，这个十七饼很漂亮、啊、哦，还好没有，还好没有打七条，七条给他，哎、欸，你七条，七条，我摸七条，对啊，那你也不可能打、啊，我打四条啊，都退去四条，你十七饼都给我就好了，嗯，十七饼啊，都在海里面，东风一花两台，南风逆转胜最后一把，好，报告你们三家的牌，那三家积分，高子云现在最高5200，啊，谢成恩4800。你呢？剩2800的啊，2800而已、啊。再带那个破的钱。自愿带，自愿。来，陈哥，你放下。好。六，看四下牌，庄家，谢承恩。
补一把。余月竹，子俊，那我自摸吧。王乔西，加油。不是，西风。哎哎。你干嘛？对对，坐了，坐了，喝水不要上，不好意思，表示已放空。王中泡，怎么一下就喝水了？南风，九条，下大雨。我李教授，你现在落后谢成恩2000了，所以你起码要南他三台，他庄家已经一台了，因为1100来回是2200。你两台不够，三台。嗯，要不然就吃牌皮，然后拼自摸。哦，这样有一台，有了有了。那他庄家两台。嗯，二条，一条一条，一条一条。看着鸡叫二，碰一个。那我说怎么吓到了？赤峰，八台。发财！四童，四童吃一个，哦，刚好中洞哎，真的感谢。我也想要来个中洞。好，先蟑螂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够。哦，不要啦。对，跑到对家去。对啊。九笔。六条，六条，天，还能吃吗？不会吧！先问你 ，MM 巧克力，不是这个，哎，黄忠，小北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二条，又有二条了。嗯，发财，大家都发财。这对你还没有办法抱着期望呢。羡慕吧，没有羡慕吧。五花，还是好大。就一个四花有开了，还好啦。四花红中而已，没有错。庄家。自己打一个，二四六去把打六桃打掉，我一家天兵了。二桃，二桃，是不是天兵？原来二桃要干死风。没办法，摸字啊，真的都是摸字。没事，我也摸字，我也对不起了啊。不会啊，前面看起来很好玩。八万。是吗？打牌有什么技术？哈哈哈哈哈！摸牌被打摸了，真的是，但是莫名其妙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这么大的技术。还有一句话叫“水狼告回章”，什么水狼？你也引起水狼了？怎么是水狼啊？妈的莫名其妙！哎，二四六条在这边，然后呢，摸一个二饼来不打。我刚刚在想说，没有摸五饼。啊，摸五饼来不打？一样，那一样。哎，对啊，有什么差别？来打六条，希望我的我打这个，我打的一上定的牌，现在 KOS 上三条五条，哦，气死，来第四波，莫名其妙，两台的三台，就把那个谢承恩搞掉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人家说那个叫什么，短流进鸡康啊，啊，刚好就被他打到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两台的三台，承恩在我们南风淘汰。莫名其妙，真的莫名其妙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来来过来，啊来来，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西风冠军赛。挑战吧，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